动作：左脚起步，三个奔跑接，四个伏丁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再接左脚的前点空扫后扛，换右脚前点空扫后扛，再重复做，左脚一个，右脚再做一个，再接右脚起步的向前四个蝴蝶步，向后四个蝴蝶步。第二大组动作和第一大组动作完全一样，所不同的就是换了个方向来做。右脚起步三个奔跑接，四个布丁蟹。好，右脚前点空扫后卡，换脚前点空扫后卡，右脚再做一次，左脚再做一次。再接左脚起步的向前四个蝴蝶步，向后四个蝴蝶步。第三组动作，左脚起步三个奔跑做，前侧点后侧点，前侧点后侧点，前侧点，扫腿转圈，换右脚三个奔跑，再接和前面一样的动作，只是后点的这个地方可以用反射滑来做，也可以用正常的回正来做。第四组动作，左脚起三个奔跑，接六个双蛇步。第五组动作，向右90度转方向，接四个并脚领步，反方向两次，然后再向左做四个并脚领步，再两次回正方向。第六组动作，左脚起步三个奔跑，接右脚四个方向空踏，换脚右脚三个奔跑，接左脚四个方向空踏。Thank you.